呀，第一次我来这边，对，我们带肥了，但我在外面那个狮子。您现在看到的是非洲狮子，它是要我们家的，这是雌性的，一般雌雄分辨。这是 regular line， 棕毛的就是羡慕你在哪里？没有棕毛就是雄性的。然后这边区主要的作用呢，实际上是用虎和狮子进行繁育后代。这么大呀，我这。有棕毛就是雄的，没棕毛就雌的。反正他俩就是不是一个性别。狮子这是母狮子，买了以后皱纹见不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他俩东北虎和非洲狮子啊结合的后代呢，叫狮虎兽。一会儿大家在步行区内呢可以看到。啊，这个园区由于这个种种原因，这里的虎已经被。